10月11号是什么星座？桃子来告诉你。11月11号是天蝎座，这一天出生的人通常都会给人一种很快乐的感觉，不论是待人还是处事都会表现得比较乐观，使旁人误以为他们的真实本性也是如此。事实上，他们的性格却是猛烈、矛盾不安和神秘的。由于擅长控制周围的环境，所以凡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人或者事物，他们都强烈地想要占有。他们与阴沉为伍的特点反而增添了他们的幽默感，并且赋予了他们一种喜感。此外，这天出生的人天生是恋家顾家的人，是家庭的捍卫者及贡献者，喜欢将自己放在家庭聚会或交游休闲的中心位置。而11月11号出生的人通常都会比较孝顺，会很用心地对待自己的父母和伴侣。